心包容，这是台湾人民关怀因为心了你，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的生，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妙的生。维新圣教一行大学21、22届同修，我们合掌共念开经偈：一经心法妙难闻，一经心法妙难闻，百千万劫今重现，百千万劫今重现，我今勤习诸妙法，我今勤习诸妙法，愿此功德皆回向，愿此功德皆回向。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，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。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，我们在106年6月7日在宜兰道场上课。宜兰道场差不多1年多没有来了，平时有来了，上课没有在这里上课了，因为每个道场都要安排，我们有42个道场，所以要排下来要1年多。那么我们宜兰道场由圆辉法师来这里转法轮。宜兰人道堂的所有贤士同修，大家很热心的在这里共转法轮，尤其宜兰道堂是一块好宝地，这个宝地是天上所赐给我们的整个天下的人，不是只有赐给我们维新圣教，而是赐给宜兰所有的人，台湾各县市的所有的人，也是给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，也是给我们在这里共转法轮。回顾宜兰道场10几年来，圆辉法师开始在这里很辛苦的转法轮。到了几年前，身体一个劫难到了，小中风，他还是一直在这里转法轮，绝对没有休息。这已经印证到王禅老祖开示了：法轮常转，只要地球停住了，我们才休息呀。地球还没有停，我们就不要休息。曾经有人来问我说：“师父我想退休，我休息耶，好好休养休息。我上班64年来很辛苦，很尽职尽责，我想休息耶，好不好？”我跟他说。年龄到了该修就要修，但是你要转跑道，你不要人像一般的我休息了就在家里每天早上起来 打电视打开看电视看到那一些争论性的，你就气得半死，气得在那边中风皮皮喘，那也不对所以我问他说，地球停的时候你再休息好了，地球没有转的时候你再休息好了。那这位师兄呢，他说：“师父那样等到什么时候地球才停我才能休息一直做下去吧。”到现在已经87岁了还在做，不是上班，而是去公园那边呢在那边感悟感悟有一天又来问我说：“哎呀，师父我退休年纪这么大了，那时候已经80岁了。”
我去公园，公园跟人行棋啊，哦，很无聊耶。我告诉你，前一天前三年坤六段啊，天泽里八八六十四卦，带着你们这一些老人家在那边练六十四卦，这样也是修行啊。啊，他就跟我说好，那我就来试看看。所以他发愿啊，好，我要来传易经八八六十四卦给那一些老人家在那边有所工作啊，有所安心啊，是安魂立魄啊。结果这么做呢，得到那个公园区的对他的肯定啊。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，人来世间上，不是我来啊生儿育女之后啊工作做好了就等死哎，不是这样啦。所以圆辉法师呢，他就做给大家看啊，他也很努力的在弘法利生啊，这个在启示着我们，若是我们人自己很容易啊，我要休息了，我要休息，哎呀就跳了啦，你就入目入目，入目是自困，要注意，一旦入目了，你的精神入目，那是很悲哀的事情。再加上我们的身体受自己的思想精神自我入目了，哈哈，你要爬出来那就很困难，那只有在那边等死啊。所以我很怕自己入目，人来世间上走一趟，不是来消极悲观的，而是我们要来精进，我们是来带着世间上的一切我们所做的行功立德啊，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睡着了，心安睡着了，你的灵魂就回到啊我们的祖堂，祖先的祖堂，告诉我说我今天所做的什么事情，在世间所做的什么事情啊，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妙法，你很自然的你会告诉你们的祖先，祖先很高兴哎，啊，甚至你们的如来啊，梵天界的，告诉你们的守护神啊，这个亲友，你将世间上所体验的，晚上你是安心的睡觉了，你的灵魂就将白天所体验的会转告给你的祖先和祖灵，其实是功德哎。啊，这个是真理。所以各位同修啦，我要大家诵经，你白天有诵多少经，你晚上你睡觉的时候放下来了，你的灵魂就将你白天所诵的经多少的功德转施给你的祖先啊，让我们的祖先他也能够从入目智慧的障碍里面爬不出来，从白天你所体验的来告知我们的祖先，让他们出蒙出目啊，离开困顿，离开啊烦恼的境界。所以我们人来世间上的修行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新来思考啊，所以王禅老祖成立维新圣教，给我们台湾目前的那么多人啊，这个在家修行的啊，都能在家修行，同沾华义，同证菩提大道啊，这即是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来讲解入目脱困、自我脱困的上圣心华呀，祝福各位。
微信闲事，各位十方善知识。我们入目有两种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用易经的用神入目，还有我们自己的命卦的入目。命卦入目了没有关系，我们知己知彼，我们要修行，首先要自我了解你命卦的四爻入目，然后自己要多充实啊，不必要啊，像一般的哇横冲直撞，你越冲越撞呢，越困越住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啊，命卦的入目。那我们凡是占卦，若是你入目了，要做这一件事情入目了，你一定要等到冲开目的那一年，你才会赚钱啊！在我民国72年开始行道啊，有一位台中市的名人啊，亲朋好友告诉他，他要去投资啊，投资土地呀 啊那么他去问神，神说可以买啊，可以大发利市，但是来问我问卦啊，在民国75年，甲乙丙啊，这75年啊，那又是辰年，77年，77年，好，那么辰年他要占投资。刚好财运是入木啊，入木呢就是三天大序哦，三天大序，子财自寅行顺自寅财，财刚好那一年我们要买仙罗寺的土地啊，我跟他说你这个年啊，兄弟爻三天带跳入木，金翁岁木啊，财也入木，财都入木，你这块土地你买了以后会有后悔啊，一定要12年后才有机会，但是也不一定12年会有用啊。他不相信了，他说信他的神好了，结果他买了在台中大坑地区买了，后来大坑经过那个啊土石流啊，地形会变动了，鲁山县移山，所以那块地他买了，现在还放在那边，已经快30年了。入木嘛，四爻入木就是自己的运入木困住了，你要投资是财，财也困住了，双财都困住了。现在那一块地啊，也没有什么价值，
被列为危险区。啊，九二一地震的时候，那个地形也全部变掉了。所以用意，你可以知天机，该为不该为，你就不要勉勉强强啊啦。啊，所以你事要入目，用神入目，一无是处啊。安全不？啊，比如说，辰、戌，戌要来冲开辰，但是戌又冲四爻，就破掉了，雪上加霜。啊，财，你要是冲开土，又把它压制了，又没有了，很亏的，我看掉呀。啊，这个六零六财也一样，啊，你去冲开这个呢，反而把这个被压住了，所以那块地在台中大坑晃的被列为危险区，没有用。所以各位维新前世同修们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我一直鼓励大家来学易经。行要自己做，爱给你做行，卖光你五百人做行的来给你帮忙。事实上，你要自己做神。现在社会上，啊，愿意鼓励大家来给你做行呢，几乎我还没有碰到。啊，只是我们中文比较傻，啊，希望大家能做行。大概做善的时候，你就无烦恼啊嘛，社会就和谐嘛，就会相互尊重嘛，世界就会和平啊。所以王禅老祖开这个法门，一般人没有进来这个法门的人，你认为哎呦，你们在教易经啊，这怎么样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那是他们的事情。我们知道了，自己一定要安自己的心。所以自己啊，学易经的时候，做人处事可安心呐、啊。啊，那我们学易经，做事工作可顺心嘛。像刚才这个案例，一投资下去很多钱，那说呢，我要跟他化缘哦，哎，某某的，你有钱要买土地，我们的弄港街西尊，啊，你有没有多余的？啊，来布施啊！我们仙佛寺这块土地布施一两平也没有关系呀、啊，让大家可以来这里打讲打。哦，没有没有没有庙的庙，我最不需要那布施钱给庙。我说好了，那就好了，其他就不要再讲了。以后有机会你再来。后来。卡住了，常常跑到仙佛寺来求老祖。我求求哎，李先生，你在卡达这点地，你卡达的所在，是不是你布施的哈？你做派写啦，我哦，不是我跟你讨人情，啊，提醒你，啊，公益事业能做的你尽量做，神。不会欠你啦，人欠神那才麻烦啊，神欠人呐、啊，一定会弥补给我们的啦。所以我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们，啊，要有智慧，你就是出困，就是离开木的境界啊，就是出木啊。祝福各位。各位维新贤士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凡事皆沾，但是你要先来学易经。曾经我们一位老弟子，啊，他沾他的儿子喜欢一位小姐，他朋友的女儿。但是双方家长都很高兴，
女孩子和她儿子也很高兴，但是迟迟没有办法订婚。很奇怪，要谈订婚了，他女儿就出国了。又是要谈订婚，他儿子呢又要做什么去了？拖了六年，有一天到仙佛寺来，问我说：“师父啊，我的儿子跟那小姐呢，感情都很好，为什么都没有办法促成善姻缘呢？”我就帮他占一个卦，就是辰月。辰月呢，四日。辰月四日的四爻，男生，这个是女，应爻是女生。女生呢，亥水入月木，又四日冲散。我跟他说：“你这位女孩子，她入木就是公公心心，要是这月日辰冲散了，精神恍惚啊，精神恍惚怎么办？这还叫受惊哦。”所以他就跟他的朋友说嘛，说他女儿会嫁掉，所以就是找人家收惊收惊。又是讲一帮入墓呢，他听到坟墓的墓，墓是同一个字，蒙。就是困而已，我们困掉了，时机还没到啦，慢急啦。时机到了，冲开了。月令刚好出现了，戌月高癸，就冲开了。把这个图月令，它的人缘。他的女朋友女生女方人脸人脸是也是人很好，但是入目困在他的这交友交朋友，很多朋友每天都应付朋友都来不及了啦，哪有时间谈感情再加上时间日程之前是这个政府标准进户，所以这位女孩子又是公务人员忙得半死，哪有时间去想结婚呢？根本就不可能嘛。我九月份冲开来赶快促成，爱尔兰促成就会好了就会变成三合，九月份木冲掉也，他就来相生了。九月份，然后到十月份，到亥月十月份就来三合相生。你们这个订婚结婚的最好十月份就结婚了。所以两位就在十月份结婚了。结果呢带到仙佛寺来拿了喜饼给我吃。让我心凉了。师父啊，谢谢你王禅老祖把我从坟墓里面拖出来。那么你现在结婚了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结婚以后马上就被蒙了，对了。进入家庭的墓啊。
那个家庭的墓是温馨的啦，你平时你的入墓呢啊是苦恼的。所以我们学易经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易经。有的没有缘的话，我们也不要去勉强。命中若有自然留，命中若无莫强求。尤其我们有的人夫妻宫，从卦中可以看出有没有夫妻宫。男生就看有没有七财宫，七财宫有没有破。啊，这七财宫胡常又入墓的时候，他一生呢要去找到自己老婆，可能要很费精神。若是女生，你的夫妻宫入墓也是呀，那也是次晚婚啊，我们不要急着啊，叫人给人结结的很麻烦。在前几天，我们一位信徒啊，他呢来找老祖，他说他的媳妇的妈妈啊，他结婚了三次，离婚了三次，为什么这样呢？那媳妇是不是也会跟他妈妈一样离婚三次，结婚三次呢？你看你怎么讲啊？啊，你就跟他用一看命卦就知道了。啊，命卦里面官鬼爻媳妇官鬼爻一个，一就一，没有二了。啊，从命卦看出，啊，他媳妇的妈妈呢，三个官鬼爻了，一共有四个到五个了。啊，他我们那位信徒他叔父啊。啊，那我钱唔是爱个给，我不多啊，迄命嘛，啊、哦、命啦，啊，你媳妇好好，啊，叫他就好了啦。所以很多我们了解了，你就不以为奇，不以为奇呀、啊。啊，有的人哇批评呀的，我、哦、那给他是安啦，安怎了？给安个师傅啦，哎，娶某师傅啦。你不了解他的命，他的天命，你不了解他的运如何，所以你要以你的思维来判定别人要跟你一样，有时候是很困难呐、啊。所以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。心是什么？天心，他的命卦，命卦就是天心。啊，所以我们希望各位贤士同修，你们把易经学好，那么你们呢、啊，也就是神通也好，或是自己先知也好，我们就不被啊这些命运所戏弄了啦。啊，祝福各位。本节目由请。各位唯心贤士，各位十方善诸士，本唯心圣教是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为弘法立生、我们在世间上你要了解到自己最困难，你要了解他人更困难，在两个不了解的情况之下呢，往往朋友会有什么默契，会有什么答应，到最后来翻脸的很多，很可惜啊。人来世间上走一趟，应该走一段呢平平安安的人生啊。啊，曾经我们一位信众大德，
他跟他的表哥感情非常的好，他要投资一件事业在香港，我跟他说，我张话张看看啦，我照实话实说啦，他好这样最好。但是我张话张过之后，我跟你说了，若是不好的话，你不要生气哦。他好没有问题，所以我们要帮人张话啦，你一定要说实话，不说实话，业力你们要负责。不说实话呢，罪过你们要负责；不说实话，你会害人。啊，那会弄脚成锁。啊，所以两个要去投资，刚好卦占出来，辰月辰日，我跟他说，某某先生啊，这是地风生的卦，才两个你和你的亲戚真的很好，比和好兄弟，但是这个卦中没有祖孙爻，没有元神，而且月日也都财，哦，连财就旺了嘛。四个人呢，他对我们是四个人，啊，四个人投资一二三四都财嘛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跟你的亲戚表哎，都进入这个墓里边啊。红色给你蒙去啊，月也木，日也木，那你们两个啊，表兄表弟也做开花哦，啊，他就开始翻脸了。我说你这卜卦卜错了吧？我跟你讲了啊。我依教奉行依法修行来为你占卦，好坏你不要用个人的想法。哦，他就气砰砰的就走了。俗话说，连一点点的小红包纸也没有啊！我没爱也钱啊，我烦恼伊这家等一直了多少钱啊！啊，回去了。到香港去，啊，两个表兄弟到香港去了，感情很好。结果呢，香港那两位啦，受圈套，入目，受圈套很挑是不是？啊，他们前。他会这个会甲，这会以前两个会进去了，到香港要去找这两位很要好的朋友，结果都没有人，找不到人。而到那个公司住址呢，去也找不到人，说没有，那这个公司没有这个人，两个哑口无言。啊，所以坐飞机回来了，赶快到仙佛寺向老祖忏悔。啊，搞啊忏悔，外面呢、啊、那就爱忏悔，啊，那是你的福报嘛。啊，你为什么又来忏悔？他说我去请人家帮我算命，啊，请什么神帮我。啊 ，Kiga， 啊，请什么人啊帮他怎么样怎么样？
理由一大堆啊，怎么样？就是我跟我表哥他被我害死了哦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人福报不够嘛，你该是爱了钱嘛啊，跟你说你不相信哦，我哎，红包要不要包花的啊，红纸你也没花我会衰哦，啊你也会衰。那位先生，那等下演不出来，我这没钱了。啊，你有钱去了嘛？对不对？100块就好，100块，我不然就拿无50块嘛好，讨价还价拿无10块嘛好。啊、哦，所以跟他开玩笑啦。啊，这位先生，哎呀，老师啊，我今年年头。我让你算，你说我今年会了钱就会了这条，了差不多600万而已、啊、他不要嘛，了600万。所以现在很多人自称是香港的什么公司，我们大家看不看就跳了呀、啊、因为香港人这怎么样，我们不是说香港人都不好啊，你的运你自己要小心啊，自己留恋自己爱醒宅啊。所以我鼓励大家学易经嘛，公司客户无其心啊。那么你这个为什么那么快？因为这个卦上啊，地风生丑土入存土入木啊，这个也是入存土入木，两个都一帮黑的人有诈嘛，所以现在很多基金的投顾啊，你们要小心呢。啊，现在骗局又来了呢，最近又在开戏啊，啊，你们不能说他不对，因为他需要钱啊，你自己没有主张，你就拿钱去给人家丁细郎前辈子欠的。这一辈子来还一还啊，那也无可厚非啦，但是是不是真的有上辈子欠呢？各位大家来学易经嘛，啊，做人处处可安心啊，大家学易经，公司客户无其心，大家学易经，家庭圆满一条心啊，这即是唯心圣教，养贤蓄财，正明欲得高尚其志，天下太平的宗旨啊！祝福各位。易经是大学，大学。在课堂上所有贤士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呢，师来到宜兰道场来上课哈。题目也是三木啊，三木，以我们以前所学的啊，三木哦，就是日木啊、夜木啊，还有动木啊、动画木啊，所以三木其实呢，它所包含的范围非常广。如果沾身体啊，身心太损；如果入木的话，就是昏迷不醒啊。所以有很多现象，包括刚才师父所讲的哈。那投资的问题啊，所以成夜成日就是日暮跟夜暮。那丑土呢啊，两个丑土啊，地风生呢正好是两个丑土，都是入日暮入夜暮了啊。所以这种案例呢，其实我们在信众服务当中哦、啊、经常会碰到啊，非常碰到啊，尤其呢投资啊，所以辰戌丑未啊，在辰戌丑未呢，在在五行啊里面呢，其实就是四木库啊，四木库，所以我们这个除了说，对木库的应用呢，要有很详细的用法啊。所以木库呢，就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要应对的方式，就是要冲开，好冲开。比如你沉木啊，你都要细土来冲啊，细土来冲哈啊。
啊，如果是未木的话啊，就是要丑土来冲啊，啊，这个那程序丑位哈，丑位的过程呢就是如此啊，所以如果说啊，在我们在真正应用的过程当中呢，如果又有遇到怒目的现象呢，哦，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来做这个纾困的工作哈，哦，所以有时候呢不能盲目啊，哦，人家能讲啥啊，听了讲好哦，都得去啊，都得去哈，啊，这个呢有些看了讲，这个就是要哦找机会哈，哦，然后呢，用意呢最好是在请示说你会易经的人啊，哦，啊，你占卦啊，他知道有这个问题，千万呢就要从此止步了啊，这不当公公直直落去哈，哦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其实呢，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哈，哦，就祈福要多做之外哈，哦，再来说的凡事要皆占啊，啊，占卦之后呢，你卦象呢如果出来，如果有辰戌丑未来出现的话，就要特别的注意哈，哦，到底是哪一个部分入目啊，哦，入目，所以这个有很多很多的现象哈，哦，啊，所以师父呢，临时要我上来做讲正道哈，啊，讲正道哈，其实我们在这些过程里面呢，还是哈，哦，要有很多啊，哦，很多的这个实力啊，哦，来做一些印证哈，哦，所以在木库的过程里面呢，除了刚才讲说，如果占病的话哈，入木的话，就是有妙药呢，很难哈，哦，很难来救治哈，哦，所以木库呢。木库的产生的现象就是昏迷哈，昏迷的现象很多啊，所以我们在尤其呢，在这个卜卦用意的过程里面啊，其实我们看这个整个的现象里面啊，所以要做很详细的分析啦，分析哈，啊，才能够真正啊知道解决的方法哈，像今天啊，今天呢。我们就是在那个昨天我们在淡水道场信众服务的时候，哦，就有遇到一个现象，啊，有一位呢，一位信众呢，哦，他本身呢，哦，本身就是后来我看到他占卦的时候，哦，是泽水困啊，哦，他就是胃癌在那个台大医院治疗，啊，哦，带人治疗。啊，所以我占他身体吉凶，啊，结果是泽水困卦。泽水困卦呢，泽水困呢，他动哦，动第二爻哦，第二爻。啊，动的时候呢，哦，对卦呢，他动化回头身，化官鬼。所以我当时在看的话啊，你这个哦，泽水困卦呢，二爻尘土动，带来克他的元神。啊，克他的元神，啊，这水困，他的元神是亥水，啊，亥水，啊，亥水呢，结果尘土动，啊，尘土动化回头生，就是父母爻动，父母爻动呢，来伤他的元神，所以当时呢，我就从卦象里面来分析哈，我说这个哈，你本身你四爻是引木，啊，结果父母爻动化官鬼回头生，引木来。好，哦，银木来克父母，哦，所以这个有什么呢？有祖先，哦，祖灵呢，祖灵来求度的问题啊，哦，啊，所以他这位信众呢，他经过他的口述哈，那，哦，就是说，因为他说他的媳妇啦，是很正经的人呐，啊，而且在大学教书啊，哦，他忽然间呢检查身体的发现到有胃的问题，啊，胃的问题啊，啊，结果胃的问题呢，非常的严重，结果是胃癌哦，啊，因为已经做了切除，但是一直要做化疗的过程里面，哦，每一次要做化疗开刀的地方哦，它就裂开，哦，所以非常非常的困扰哦，所以我当昨天呢，我就想到说，这个就是什么，愁神动啊，哦，泽水困。愁神动啊，愁神动，你四爻引木，
抽神洞，抽神非常恐怖哦，很难处理啊。哦，所以抽神会怎么样呢？会克你的元神，哦，克你的元神。所以泽水共卦呢，它本身啊、哦、七财之事呢，那元神受克，所以以某天医啦，啊、哦、某天医然后来治疗、哦。啊，所以今天呢，我都你明天哦，明天，师傅都要来宜兰道场哦，那你不妨呢，你就近来求师傅了哈、哦。所以不管你的信仰是什么哦，这个呢，哦，来请师傅来帮忙哦。所以有祖先哦，跟光鬼的问题，就有灵界求度的问题，好、哦，灵界求度。所以二爻啊、哦，二爻呢，昨天呢甲子日啊、哦、是。是租借的问题哈，所以我们当时可以分占啊，分占啊。为什么治疗的过程有那么好的医疗团队来治疗，结果开刀好了之后，发现病灶在什么地方？但是你要做化疗，所开刀的伤口又裂开，哦，连续裂了两次哦，所以真的求助无门，非常非常痛苦。而且哦，听他的口述了，他的婆婆讲说他。他这个媳妇哦是非常正直的人，哦非常正直的人，所以呢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说这个灵界的问题了哈，啊、哦，所以今天他拿着他的衣服来，师傅帮他加持啊，师傅又问他，啊你媳妇是信什么教？他说信天主教，哇糟糕，好，啊师傅讲，哎，没要紧啦，嘿佛祖吼。佛祖甲天主哦，是感情办公室的啦，哦，所以你唔能客气啊，哈，哦，这个哦，这个事情哦，所以师父也帮他加持过之后，哦，后来就很多人啊，不断找机会来请师父加持哦，我在心里在想，哦，这个很难嘞，这个要哪边金家边个非常加持呢，做不完呐、啊，做不完哦、啊，啊，真正是那个牵涉到生命的问题啊，真的很严重，很严重哈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一次呢，哈、哦，这一次正好有这个机缘哈，啊，虽然不管他的信仰是如何啦，他也不一定是邪缘呐，但是有缘来请法哦，就有这个缘分啊、哦，所以我们从这个卦象里面啊。果然找到了其中的某一部分的根源哦，所以求度的问题就是要超度嘛，靠超度哈，所以哎还好呢，师父呢，给了他很好的那个很好的照顾了啊，所以也希望他啊，因此之后呢，就是人心胸更开阔哈，来共同来圆满的，希望他能健康，好，谢谢各位。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六月二十。